再过来点。没位置了。放轻松啊。不是这样。那要怎样了？你昨天是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你记不记得昨天是怎么办小柳的？想一想吧。你不要逼我。我哪有逼你啊？你现在就来逼我。算了。不要拍了。你是要放弃了？为什么决定的事这么容易改变？是不是小柳？你不怕了？没什么好怕的。你怕我不是小柳？那你是小柳了？我说什么你都相信？是，你说我就相信。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小柳，就要先帮我办一件事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我住这里啊。你住在这里？嗯。谁授权给你的？你知不知道这里是？你没有权住在这里，你要立刻搬走。唐先生，你说过给我一个机会说服你的，我只需要五分钟。进去之后啊，你保证会接受我的提议。有什么比找到小柳屋子更好？哎，我还在火炉边呢，发现一些小柳的旧照片。不过这些照片旧了。所以啊，我就重新拍了一部分。重新拍过，都已经人去楼空了。那也未必。哎，唐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喝点东西？阿兄，你的鲜奶和饼干
阿冲啊，你搞什么鬼啊？阿冲，你不是有事问阿修吗？你骗不到我的，小柳已经死了很久了，他不会是小柳啊，他真的很像小柳啊。你认识小柳吗，唐先生？我要吃药。我不像小柳吗？我有点事要问你。阿冲，我要回报馆，我的药留在报馆里面。唐先生。唐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会那么激动。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花样啊，也不知道里面那个人到底是谁。总之，你不要再住在这屋子里了。啊，小柳，小柳，丫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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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修丽啊，唐一休，这么晚了会去哪里？喂，我是。怎么了？谁打来的？是不是丫头？哦，好。谁呀、啊？唐社长要见我。现在？他说有事要跟我说。那你去好了，丫头回来我来照顾他。谢了。哎。啊。电话。哦。丫头，喂，喂，我打阿冲啊！你不要怕，先告诉我在哪里，我来接你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这是哪里啊。好，你不要急，慢慢形容给我听。哎，让开点！哎，唐先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唐先生，让开点啊！小华姐啊。你们让开！啊，是，快点，让，让救护车过来。过去拍张照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唐先生。阿冲，你来就好了，你要帮我。小柳那本书，你要做好它，关于小柳的事啊。